而且这只大熊猫还是百岁大熊猫，它是出生地的，它是它是今年的时候才回到咱们的中国这边，我估计它可能是它现在已经习惯了，在咱们这边习惯了。我这两个哈，回去了，你想好我咋当头哎？
点嘛，他是要多一点嘛。那不是他没来的嘛，就是很久。爸爸，出来。爸爸。谁？爸爸。谁？爸爸，过来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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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